欧冠第一人，穆里尼奥率六队杀入淘汰赛，近半数球迷看好热刺夺冠。现在热刺球迷信心满满，甚至有近半数人看好穆帅能够率领热刺在本赛季拿下欧冠冠军。穆里尼奥是狂人，更是魔力鸟。此役热刺一度0-2落后，但穆里尼奥疯狂换人，在上半场才30分钟时，穆里尼奥就调兵遣将，最终成就4-2的超级大逆转。穆里尼奥一战征服白鹿巷，当然穆里尼奥要感谢波切蒂诺打下的基础。现在热刺在欧冠中提前一轮小组出线，穆里尼奥创造历史，他成为史上第一个率领六支不同球队闯入欧冠淘汰赛的主教练。有 BBC 记者向热刺球迷提问，穆里尼奥本赛季会带领热刺赢下欧冠吗？现在穆里尼奥可以考虑热刺欧冠淘汰赛的对手了，在锁定小组第二后，热刺可能在淘汰赛中遇到大巴黎、尤文图斯、巴萨等强队。不过穆里尼奥现在的野心就是在热刺成就欧冠第三冠。